这个蛇为什么都不要有多背一点呢、我不知道怎么说了。他应该要给大家300倍啊，几倍啊？玩他这样真的是不像手游啊，像不像手游像什么？像浪费时间的游戏。对啊，我觉得为什么他不要给300倍？对不对？买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转到什么时候，来过到了。是这几张卡片就好了。哎，我们上次就是遇到一个有。10倍，我是要转到民国，民国几年啊？10倍不知道转到多久啊？照理说现在应该要给300倍吧，多倍一点。可是刚才不是过岛了吗？两张卡片呢？